我记得应该是去年这个时候，我们也是一起录了一个初舞台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是的。Yes. 对，对对对，一年就过了。真的。但是我觉得这次的版本非常的不一样，也做了一些突破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天哥不会了，天哥茫然，文文不知道，文文扣手手，音哥愣住，展开讲讲，天无辜且大直，好家伙，骂个直接消不活了。讲文文还是小朋友，文文还在靠手手。表现又长了，真的吗？背离更多了一点，就是的，大了，就这种默契，有很多的可能性。又是被文文可爱到的一天。改个什么？不一样的风格。那接下来。